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我们这段时间来到教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哈。特别在经历过去年很多的艰难，甚至我们去年同样也经历了 lockdown 以后，当我们能够迎来一个全新自由的一年的时候，我看得见弟兄姐妹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啊，新年的开始给我们有新的气象。同时，我们来到这里面临新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也都充满了盼望，是不是，弟兄姐妹？甚至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以前不祷告的，可能现在也会来祷告，为着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因为这就是我们信心、我们的信非常重要的表现。啊，圣经告诉、格桑告诉我们，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会什么赏赐寻求的寻求他的人，所以神喜悦我们来到他面面前，我们来寻求他。而且神告诫我们，我们的寻求，我们的祷告，什么要带着坚定的信心，不要三心二意，不要犹犹豫豫,豫，哈。所以在雅各书这里告诉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要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神跟我们讲，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但是哈，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可以求哈。他告特地在这里，神也告诉我们不可以妄求，因为什么？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我们妄求，我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当中哈。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求去买彩票中奖的？ 有，我就是一个，啊，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就是以这样的来祈求，结果发觉是妄求，啊，我们求也得不着，啊，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那么接下来的话，那么我们要求什么呢？关键我们要求什么呢？求健康？哎呀，我相信去年我们已经求了很多了，哈，我已经求主啊，不要让我得，但是结果最后还是中招了。但难道我就不信了吗？ 我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吗？我们照样能够过，对不对？发现健康是，呃，是有好处，但好像不是唯一的。富足呢，我们最后你会发觉，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就这么三尺的床，是不是？我们一日的三餐，你再多你也吃不下，啊，你哪怕一顿三个龙虾你也吃不下去啊，吃了还对你身体不好，一样的哈。那我们成功呢？ 你发觉成功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而且因人而异，定义还不一样哈。你以为你成功的目标，有些人来说都是他失败的标准啊。你听过一个大富豪说吗？啊，你要想创业哈，第一个你要干什么？你要挣一个亿，哇，那我一生都是失败的，在他的面前哈。所以你发觉，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可以很多好可以求，不是说不可以求，但是关键要求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祝福。 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力量。你发觉我们人呢很有限，啊、呃、很有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求的东西呢，你觉得很需要的东西啊，或许对你并没有好处，甚至是坏处，危机你的生命。神有的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反倒是祝福我们。啊，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呃年轻的弟兄非常的优秀哈、啊，毕业于名校啊，在美国打拼。 啊，这个学习非常好，然后呢，已经有了一些的工作经验，他在寻求上帝赐给他一个更好的工作。他觉得在那个工作当中，他可以更好的发挥他的才能，啊，所以他认真的准备，啊，每一个面试他非常精心的准备，他觉得，他也向神祷告，这觉得上帝就是要赐给他了，种种迹象哈、啊，上帝就是要赐给他这个结，这个这个这个工作了。经过。 很多的大公司家知道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两次哦，经过一两个月的一两三个月的这个过程，结果在八月份他收到了结果，他拒绝了，他非常的沮丧，啊，他在那里有痛苦的呼求，哇，我以后我在美国的发展，好像我的家全部要依靠这个的工作，但是他他终于有一天，他明白这是神天大的祝福，那天是在。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号，而他申请的这个工作就在纽约世贸中心。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需要的神不给我们祈求的，那是为了我们的祝福啊。同样，圣经上也有这样的故事。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大家知道雅各和约翰曾经来找耶稣的，对吧？哎呀，主啊，能不能你得荣耀的那一天，我可以坐在你的右边，他可以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没有成就他们，为什么？大家知道，真真正能最后得荣耀的时候，就要意味着可能雅各定在这边，约翰定在那边，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对我们有生命有益处的。那么我们要求什么呢？有了这些的经验啊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学到，我们要求什么？ 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求，哈。去年我们学过这段的经文，哈，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们讲的。他说：“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哈，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祈求得福的公式，哈，只要你套进去。 不管你要什么，奉主名求，你就能够得着，不是这个意思啊。最核心的意思，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我们和耶稣同心了，我们就懂得如何按照他的心意来祈求。神这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祈求，我们必定得着，而你的生命当中会满溢出喜乐来，何等美好的事情！所以，当今年，当我们来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也在祈求。 我当如何祷告？如何为着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祈求。而神赐给未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是上帝要给我们，我们应该所祷告的。这段的经文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啊这个当中哈，这个呢是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的祷告。我相信上帝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 他用这一段的祷告来告诉我们，今年我们所应当祈求的啊。下面呢，我就先念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的经文呢啊，大家可以留意，其实有我把它分分成三个重要的祈求的部分哈。那么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颜色，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哈。第一个是红色啊，第二个呢是橘黄色啊，第三个呢是紫色啊。我先念给大家听哈。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和祈求，愿你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神的认识更有长进。 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立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使你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 罪得赦免，啊，我们下面来看第一个部分啊。很简单，就是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哈、啊。当我们乍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重点会在哪里？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面哈、啊。那我们看一下原文啊，当然原文我们看一下英文翻译的比较符合哈，他、啊、是这样说的：To f e e l you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Through all the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that the Spirit gives，好，我们直译过来就什么意思呢？透过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悟性，让神的旨意充满我们，哈、啊。充满这个词儿呢，在这个圣经当中有非常特别的意思。第一个的意思呢，它就是装备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被神的旨意所装备起来，哈、啊。 第二个的意思呢，就是控制的意思。换句话说，就让我们得着引领、引导啊。所以，当我们在讲神的旨意充满我的时，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让神的旨意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该要做的人。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受神的旨意来引领我们前面的生活。那么，有一个版本哈，我鼓励大家，新的一年我们读圣经用不同的版本，你可以发觉。 有很多的新意，你可以读出来。新译本我觉得译的比较好一点啊。他说：“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神的旨意。”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留意到，这里讲的重心，不是那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同时也不是我们一直可能以为的圣经的知识和道理。 你发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圣经、把神当作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自己可以想想，我们的目标，我们经常是要把想要把这位超越我们、超越我们的智慧、超越我们认知的神，把它搞得一清二楚，啊，他怎么想的？为什么怎样做的？哈！但是我现实当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弟兄姐妹，这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位神超越我们。 我们是无法完全认识他啊！神学家说过哈，如果一旦我们能够完全去认识这位神，那 hundred percent 百分之百你所认识的这位，并不是你的造物主，因为你跟他在同一个造物的层面上。所以，当我们一直在纠结于要把神的事情、把圣经弄得一清二楚的时候，你会发觉，最终我们只会陷入在矛盾当中。 会给你更多的疑惑、纠结当中，对我们的生命、对你的生活其实没有帮助，而且这造成一个很大的误区。当我们在追求圣经的知识的时候，我们经常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的，我们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但你发觉。 跟我们的生命、我们行事为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一我也一样信主后成长，我想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可能我们参加了查经班很多年，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去参加各样的查经班，学习很多的圣经的道理，但你会发觉有一天你可能意识到。 哎，好像我没有体会到福音的大呢，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体现在你生命的变化上面。跟与你参加的人都是一样，我们可以讲很漂亮的道理，但你发觉跟你的生活，跟你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非常现实的生活没有关系。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很让你难受的同事的时候，你一样会爆发起来；当你遇到你调皮的孩子的时候，你一样会爆发起来。 你甚至会对你的你所爱的那个对象恶言相向啊！圣经经常告诉我们，一嘴一会儿讲赞美的话，一会儿会讲很恶毒的话。我们很多人，这是我们很真实的生命的经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一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学习圣经知识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认识我们的造物主。 更重要，认识造物主对他所创造的对象，就是你我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哈，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啊，我我家里面呢啊有一个空调啊，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一样，我们都不是买的新的哈，我们都是搬进去，人家已经早就装的了。但是呢，那个空调呢没有说明书啊，我就发觉到夏天的用起来，我发觉也很困难，我甚至连个时间我都调不出来哈，我到处去问。 然后呢，凭着我聪明的智慧，哈，因为我们有几台不同的嘛，我觉得应该可以 figure out 啊。结果弄半天，弄得一团糟，还出故障了。最后怎么办？怎么办？不，千万不要维修的哈。这个还没到这份上，那我就找回到这个厂家，找到这个制造商，在他的网站上，你可以登录他的什么说明书，你可以找到这个说明书。 按照说明书上很简单，按两个键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而且看了说明书，我才发现，哇，这个，这个我这个空调很好哎，啊，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一般空调没有的功能，哇，很丰富。你发觉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的天赋，但是很重要，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他所造的。 你我要想真正能够活出一个健康，啊，一个丰盛神所想的丰盛的美好的人生，我们自己我们无法知道，你必须回到我们的创造者那里，找到我们的说明书，对不对？找到我们的说明书，你去发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神打交道不是。 要努力让神明白我们想要什么。其实神他知道一切，对不对？他知道你我一切的想法，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什么，真正对我们有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年我们第一个第一项的祈求是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哈，我们一讲旨意的时候，大家一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天堂，对吧？我们死后的事情。其实我告诉大家，神的旨意不单单是指我们神儿女共同的未来啊。我们讲过很多，我们最后的归属、我们的复活哈、千禧年、新天经地，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只有这些，很重要。 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是，是神对我们这些人，对我们这个特定的群体，对我特定的这个人，在今生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不是泛泛的爱，他的爱不是抽象的爱，他的爱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非常独特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关键我们要明白。 而且我们知道，神让我们明白我们未来的归宿，目的很清楚，不是让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做，等着那一天啊、哦、死后上天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未来的归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让你我能够在现在、现在就能够活出美好不一样的生命，一个对世界有影响力的生命。这是神让我们明白的意思。所以弟兄姐我们一定要知道。 接收基督信仰，意味着你不再用你的过去、你的经验、你所经历到的事情来决定你现在如何生活，而是你接受上帝将要为你成就的未来，由这个能够来驱动你现在的生活。这个会给你力量，会给你在俗世的生活当中。 能够胜过这个社会潮流各种的力量，因为神对我们今生的旨意，他定义了你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他也给予你我生活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他不是很简单的放在纸面上，需要你我认真的去寻求，需要我们去和神建立关系，就像我们和父母一样的，我们才能够去明白。 到底是怎么样？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人找不到我们人生的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哈，我们可以讲另外一个词叫做命定的时候，你发觉，哪怕你拥有再多的财富，哪怕你有再高的才能，你有再高的地位，你可以看这世界上，很多人，政治家、歌星、明星，生活一样是迷茫的、空虚的，很难。 有满足感，很难有那个真正的平安和大事，而是充满了惧怕，啊，一点点经济的动荡，就会让我们心惊肉跳，半夜里面醒过来。你发觉，这会就像一个很可，就像我，我想我想到，就像我的那个 Powerful 的那个遥控器，我们不知道它的功能，如果我真的没有去看它的说明书。 可能到后面我们拆了换了，别人再来买了，成为垃圾废物了，我们都不知道它拥有的价值。那么对我们也是一样，而我们一旦我们能够找到，你会发觉你所经历的一切可能都会显得了有意义。不论你有什么样的挫折，你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失败，你发觉你 suddenly 意识到，make sense，这一切。 都在促使你，在塑造你成为今天神要你成为的样式，这个会给你动力和活力。而当我们能够抓到的时候，不再在乎你拥有多少的财富，多好的物质条件，不在乎我们所处的环境到底怎么样这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新的一年，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真正可能需要问的问题，是从从上帝的角度来说，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这位上帝他到底如何对待我？他如何看我现在的生活？我的经历，我的所作所为？而这位神，他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同时，这个位神要我如何去对待他？ 如何对待我自己？如何对待我们弟兄姐妹？如何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如何对待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你们有答案吗？你们有答案吗？你们想过吗？今年，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祈求，不单单为我们群体，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部分，你们看得清楚吗？OK，哈，我这边有点不太清楚哈。这里说哈，好是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神的认识更有长进。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立上加利好是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 使你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当我们听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结合我们上面的要点哈，你可以发觉再次表明，神要我们的不是追求那些智慧悟性来增加你我的知识，啊，你把好些东西背得倒背如流，它最重要的是让你我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 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对得起主，蒙主喜悦”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会对得起主？我们怎么会蒙主喜悦呢？就是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来活出了新的生命，这上帝就蒙他的喜悦。所以，让我们回到我们来到我们祷告的第二个内容，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还要什么？ 活出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只是搞明白、弄清楚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的信仰需要实践，上帝的道不是理论性的，都是实践性的哈。所以在这里有在刚才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哈，当我们活出神旨意的时候，包括几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家知道结果什么意思吗？我们一会会联想到另外一段经文，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哈，圣灵的果子，当然了，也结果子，就是我们的福音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啊，引领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主，哈。接下来对神的认识有长进，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我们认识他，就是在于关系。这里所讲的认识上面的长进，在于我们越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深，更加的真实，我们更加愿意去信靠他，去顺服他。而下面讲的哇，我想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听到以后都会很开心，能力，而且什么力上加力啊，力上加力，到底要不要哈？要不要？要我们有能力，力上加力。但是我提醒大家，你留意这里讲的能力是跟跟什么？ 他讲的能力不是让你做事情，做轰轰烈烈的大事。这里讲的是什么？大家留意看哈，要我们欢欢喜喜、喜乐，要你能够忍耐，要你能够宽容。后面就像我们去年我们讲的感恩的心，这是在讲什么，弟兄姐妹们？这是在讲你我生命的体现。他是在讲。 你我新生命的特质，讲你我的品格。我希望提醒大家留意，在圣经里面特别最清楚的是在新约里面，上帝大能的体现，不是听啊，不是神迹奇事，不是神迹奇事，而是在神儿女生命特质品格上面的塑造。你会发觉，甚至圣经里面讲神迹奇事。 耶稣施行很多神迹，最后他告诉我生计其事的目的，就是要吸引人能够回转归向主，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活，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子。在这里讲的样子啊，不是外貌，乃是品格，这才是我们上帝工作的重点。大家留意整本圣经。 对待这个万物哈物质世界，你看圣圣经上面怎么宣告：上帝是这一切伏在他的脚下，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但是，唯一对人类非常的不同，我们读到旧约的记载，神可以使红海分开，但你发觉他不会强迫以色列人顺服。 会强迫你，有些人不要叛逆，不要抱怨。他们抱怨，对吧？然后后面我们看见的，神可以使岩石出水，但是他不会让让摩西失去耐心发脾气。摩西照样发脾气，抱怨，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上帝真正要做的事情，他是要让他的儿女能够愿意改变。 效法他，活出新的生命，活出新的生命的品质来，这才是神所讲的真正生命的祝福，也,也是神所讲的真正人类的出路。人类的出路不在美好的制度，不在科学的进步，乃是人心被改变过来，不再用世间的标准，那些参差不齐的标准，来定义好和坏。 乃是人能够回到上帝面前，被上帝改变，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啊，我听读过一个故事哈，啊，我曾经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牧者去看一位，啊，就烧伤非常严重的一个弟兄，啊，已经康复了蛮长的时间，那么在跟他的交往的过程当中，一旦听到这位弟兄。 哎呀，主啊，祈求你为我祷告，让我完全得医治。第二天醒过来，这个身上的疤痕没有了。啊，就这个牧者告诉他，上帝答应你的祈求不会不一定按照你所想到的，你所想到不一定是你真正需要，但是陪伴你那么多长的时间，我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很奇妙的工作，你变得更有耐心。 你变得更有爱心，你变得更加的宽容，你变得更加有韧性。你会得到医治的，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两两个月、三个月，你会出院的。但是，只有这些生命的特质，能够在你遭受那么重大的创伤的时候，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而且尽管你身上可能带有残疾。 你仍然可以活出一个令人羡慕的人生，这才是你真正需要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啊，大家都，我们都听过哈，圣灵的果子，生命的特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当你我，当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都拥有哈。当你想想，当我们如果都拥有了这些。 你我的生活会像什么样子？你想象过了吗？当我是像这样的人，满有爱心，满有喜乐，有和平，我能够忍耐，对待别人有恩慈，哦，心里面充满了良善，我说话算话，我们能够温柔的对待他人，我自己有节制，很不一样。你在想象，我们和拥有这样的品格的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弟兄姐妹们，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品格、为人，过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前面讲过概念哈，做人先于做事，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拥有了正确的品格，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你发觉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一定会讨神喜悦的。而主耶稣。 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每一个主的门徒，上帝的心意最基本的 general 的心意，要我们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哈，最后一个部分，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 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当我们听到这句话呢，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奇怪哈，为什么有这句话哈？这句话呢，更多是一个宣告来着，对不对？宣告意义何在呢？我想听了上面的内容，你每一个认真尝试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我们都明白，要明白。 还有活出神的旨意，容易吗？容不容易？不容易，非常的难。越是认真认真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会越体会到当中的艰难和挣扎。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旨意经常跟我们人那个老我的本性、罪性是相反的，所以不是顺着我们，你会有抵触的，你会发觉。 我们经常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成为，但是它很辛苦的啊！经常我们要遇到挑战，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了一些，过两天好像你又跌倒了，对不对？有的时候甚至你会讲，我认真尝试过以后，发觉我遇到的都是什么失败、挫折，你会心里面甚至会怀疑，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够做得到？我想这就是。 使徒保罗，我更相信这是上帝在这里放这句话的用意，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位蒙召跟随主的门徒，我们的成长之路。大家一定要记得，是通向永恒的道路。它有一个特点，叫做永不止息，不会说你在生命一两年当中，哈，你经过你的努力，好像你就达到了，哈，你你就可以 relax。 我们一直在跟随，所以提醒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用世俗的成败和世俗的期限来看见、来看待你生命的成长。你不要专注在你花了多长时间，你做了多少的改变，你现在又改掉了多少，你要干你，你又可以做多少？我想，主要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认准我们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要祷告的内容，你要抓住主的应许，主我为我们所成就的。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重要的根基——信心。信心，在你没看见之前，你就能够坚定的相信。我们需要坚定的相信，因着主耶稣在两千多年前所成就的事情，你我的罪。 已经被赦免，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只要你愿意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你必得赦免，他必洗净你我一切的不义，这是上帝坚定的应许。而且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你已经拥有了全新的身份。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这个世界的国。 你已经不再属于这里了，它会对我们造成影响，但你不再被这个世界来定义，不再被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定义你到底是谁。我们经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我们是寄居的人。最重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上帝的国度，你我已经是神国的公民了。 不要老是把自己当作永久居民，弟兄姐妹们，啊，我相信我们很多来到澳洲的都有这样的体会哈。但你们留意到永久居民跟公民的差别吗？永久居民在这个国家富足有余的时候，你可以分享这个国家的福利，但你永远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是被这个国家所管理的对象。虽然。 这个名词叫永久居民，大家知道，其实不是永久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当一旦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当一个一个国家它的资源匮乏的时候，它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么拘禁你，要么驱逐你。永久居民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的发展最后的成就没有关系，但公民不一样。 公民享受这个国家的一切的福利制度，优先考量。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作为公民，你不单单有权利，你还有什么义务？你有捍卫这个国家的义务。我想，神一直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蒙召的人，你不是在神国里面蹭一点油水得点福利。 他告诉你，你是我国度当中的主人了。你跟我来分享我的国度，这是上帝的奥秘。希望我们不要再轻看自己，活得还像一个，甚至不是永久居民、黑民哈。让我们知道，我们堂堂正正神国的子民。由此，你可以确信，神爱你，而且已经接纳了你。 这个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我们会跌倒、会失败，我们会，而且我们也不用再害怕，我们不用不用再隐藏、不用再假装，因为神已经按着本相接纳了我们，我们可以真实的、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而你我要做的是，就是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我们新的身份，那个新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活出来。 只要你我不停止向前，不停止追求，只要你我不放弃，神应许我们，他必成就关乎你我的事情。所以到这里，弟兄姐妹们，这是是我们二零二三年，我我们教会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该有的祷告。我们要一起同心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更深。 更深、更清楚的来明白神的旨意，不单单是一些普遍的哈，是对我们这个群体，对我们这个个人，这涉及我们的认知。第二个，我们要一起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并且要活出上帝的旨意来。这在乎我们的实践，要落实在，不是你。 懂得了多少东西？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乃是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改变上面，你我的品格上面，你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最后，让我们牢牢抓住的，就是上帝所成就的。这需要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不要怕花时间，让我们牢牢抓住上帝所应许。 我们一起能够来新的一年跟随他。好，到这里呢，我想我们讲的很清楚，我们的祷告哈的内容。哎，既然我们明白了活出神的旨意，兼顾信心那么重要，那么我们下面今年我们该怎么活呢？我希望我们不单单是脑子里面有了概念，那我们下面怎么要活呢？啊，每年哈，这个有社会学家统计的，每年一月份。 很多人都会在新年的时候许下很多的心愿哈，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在一月份还没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失败了，啊，基本上就已经放弃了。然后人呢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很多人都是感叹岁月蹉跎，啊，又一年过去，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好，l y Survive 啊！Surv ive, 你听过这样的词哈？浪费我们的生命。我想我们的主不希望我们这样，特别不希望神的儿女像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起要有所行动。我们要有一个 action plan 啊，我们要有一个行动计划哈。但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细节啊，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点的建议，这个是原则性哈。细节需要我们自己去落实。好。 这有两个部分哈，我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要与主同行，第二个与主同工。其实你发觉我们生命当中，你意识到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为什么往往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意识到，但是他们生命没有任何的长进和改变，在意什么？在意，因为我们人生当中小事。 这个这个让你 distract 的事情太多了，每一天都有。当你在忙于那些小事的时候，你的时间、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最后你会发觉，你把很重要的事给遗漏了。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上帝的旨意那么的重要，那最基本的，你要愿意花时间，花时间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 我不管你用任何的方法，你可以去看一看你一个星期的日程，你到底在神的身上花了多少时间？我们需要遗嘱同心，有很具体的内容在这里的哈。参与主日的崇拜，能够从不停止，能够参与主日的崇拜。我一点都不夸张，可能当中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或许这是你唯一。 跟上帝接触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千万不要随意的。哎呀，今天我就不来了，今天我就不去了。这位上帝的工作，经常是这样滴水穿石、积沙成垒的方式。他通过你一次一次在这里遇见他。我相信很多人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在崇拜当中，你感受到上帝对你说话；你来到这里，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孙牧师分享过，你要有,有情在里面的，这就是让你接触上帝、敬拜上帝，而且作为神的儿女最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能够坚持逐日崇拜。另外一个，我们的小组聚会，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这里，我们早上我们都会有寒暄，但是你发觉我们寒暄，我们经常深入不了，对吧？ 因为时间很有限，马上就要开始，我们顶多问问好。但是我们要有更深入的交流，你要有时间，你要认识自己，你要去分享你自己，要去敞开你自己，在一个安全有爱的群体当中，就是我们的使命小组。我们在里面，我们分享我们的我们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语啊，而结合讲道的信息，让我们更加的了解神对我们这个群体，对我们这个小组。 包括对我的心意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自己需要花时间，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灵修、读经的时间。这位上帝是你个人的神，他是我们群体的神，也是你个人的神。你需要跟他接触，跟他建立关系，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言，弟兄姐妹。啊，我们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速成的，唯一这个速成不了啊。所以提醒大家有两个。 我们要在与神同心过程当中，我提醒大家有两个注意的重心。我经常想两条腿走路哈。第一个，你跟随主，你与主同心，你一定要注重你和上帝的感情关系。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的爱？你是不是也会向他表达你的爱？你是不是能够享受上帝的同在，而不是单纯一味的追求上帝给你的祝福？第二一个，他们彼此的。 你需要对神的话语有更全面的认识。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不是他对着你的耳朵：“小李，我告诉你干什么？”而是他经常借着他的话语，向你我来启示。因为这给我们更全面、有根有据、有真理的引导。所以建议弟兄姐妹哈，我们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捧起你的圣经啊！如果现在没有书本的圣经，拿起你的那个圣经 L，从今天开始，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认真的去读，能够争取在一两年内，你都能够过一遍圣经哈。你发觉只有像这样，我们才可以建立起与神之间那个真实相爱的关系，这是相辅相成的，你才可能越来越信靠他，然后呢，你才可能从心底里。 你会去寻求和明白他的心意，要不然发生什么事情，你第一个人想到的是人，不是上帝，这是绝对，这是我的经历。只有当你跟主真的有这样的关系，他是你生命当中重要的那，个，你才会去寻求他。要不然，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就是自欺欺人，啊，所以提醒大家，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留意的，主，你给我有什么托付？ 不是老是想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主你给我有什什么托付，你要我做点什么，你要我改变点什么？好，接下来是与主同工，我们要参与服侍，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实践我们的信仰，在非常实际的环境当中。所以我建议有几个：第一个，我们教会有需要，每次我们的崇拜弟兄姐妹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怀，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一个人是做不过来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搭配。我们可以问主：“我可以力所能及做哪一些？”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参与。另外，不要忘记了弟兄姐妹，除了教会还有什么？你的家里面，作为神的儿女，我该如何去对待我的配偶、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我的孩子？ 最后工作的场所，除了挣钱、工作升职以外，在工作的场所，我能为主做点什么？还有，不要忘了，句你的朋友圈，很多弟兄姐妹，你的朋友圈很大的，在朋友圈里面问问主，你要我做点什么？让我们在与主同工的过程当中，同样回到对上帝旨意的认识，通过这些的服饰，在与人接触的过程当中。 神，你让我对自己有点什么认识，让我们对人的需要、对神家的需要有点什么认识。当你我能够今年我们真正踏踏实实与主同行、与主同工的时候，你一定，我可以保证你，当今年结束，你回过头来说，你一定看到你生命当中的成长。你不再是属灵的婴儿，为什么？ 婴儿只会干什么？哭，对吧？抓、吃。婴儿婴儿是不会工作的。但神告诉我们，不要做属灵的婴儿，要我们成长起来。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二零二三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上帝大能、经历神的一年，让我们的生命有突破的一年。阿所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哈。然后我的祷告呢？ 我用的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二零二零年开始的之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祈求，愿你帮助我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你对我们教会和我们个人的旨意，好使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你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神的认识更有长进。愿我们从你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立上加力，好使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使我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是你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你爱子的国度里。 借着你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着你，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